足久，我已经十外年无娶啊。嗯。十外年无搁结婚，那种感觉吼，搁找回来啊。对嘛，搁找回来。第四种个查甫人，你若如果讲外口要有诶无吼，你不如来参加四级的演戏，安尼你永远拢会当感觉，大家拢会当娶袂过咧。啊！搁合法嘞，搁无出代志。哪里报名？哪里报名？哪里报名哦？08000080080。千变万化，你都能看到。对啊，对啊。欢迎六花，我弹得起。啊，我今晚去教你的歌嘞。他说这几条。你的歌啦，啊，甲陈怡姐。对对对对。你两个上去。哎呀，对对对，我教伊那个做麻的。对。张那个中气，也不是张，年纪大了，声音音量怎么样？中气比较不足，嗯，啊，弹的也不好。要听要听，现在味道也好。哎，这两天要去打，我们季总啊，一直约我去打球，真的，嗯，又不知道季总球打的怎么样，生怕触到他底线。如果他打得好的话，我就落亏，以后这边没有地位。但如果他打不好的话，我大概也会被开除。半斤半两，对呀，拖不着往下水。对，那个杆数要拿捏好。对，不知道社会怎么写的。但是还有这个，因为前面打得很好，后面可以慢慢来。推杆的时候，你这功力没有推进去，哎呀，我真笨，我真笨，有没有推进去？我笨死了。没有，明明一球上果岭，结果推了十几球才进。哇，社会险恶，真的。已经开了，不知道呢，还不知道谁开的，神哥开的，有开了吗？ Yes. 有，我们开了就是开了，每个都在等小老鼠。那等下来问，神哥要吃，我们如果刚等小老鼠。这八遍，哎，没诚意，这么难播，不用特写。哎，吃巧克力要这样，哎，这样。哦，那 slow motion 哦，那 slow motion， perfect， 哇，啊，这个，这个救命，这个叫效果，过年了，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